我那里去吃，要不要啊？对呀，这个没有啊。这个也是低的呢。这样，这样给我。新年的，对不对？上次我们还有一个红烧，然后一体成型的。你当时那个不？应该。
但是呢，这世界是无迄款的灾难时代来知影吼，所以呢，今仔日是希望大家来一当就是做一个气氛吼，啊，看你在要安那要恶作剧，然后要讲讲好，吼，讲好话，讲迄款的安尼 secret 啊好吼，啊，咱即马采出来了吼，啊，请宋牧师来带咱来祈祷一下吼，咱够差不多2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今天这个吼是咱这个上班吼，啊，今大概是一个翻趴的吼，可以的 recruitment program 啊，但是我啊，我中辈来跟咱讲一句话，啊，刷嘞，咱家朋友吼，咱来讲，来发表分享一下，好，大家是安尼。健康的都要想到其他的好。今晚我来记得哈。首先，哎，大家，给大家所有在座的亲戚朋友，感谢，非常的感谢恁大家。正经今仔日礼拜半工全工安尼吼，把这个时间留来，甲我的先生，甲我的翁啊张医师庆祝。啊，我隔了你嘛，好稳妥着吼。我讲吼，点灯，我翁啊，张信行，一架住了。什么叫一架住？你知无？保大卫啦，老当益壮。哇！哎、欸，我讲他们就机械，得金工机械，佫真好用的啦。还是个一再的啊。You are so special to me, so I will. 那像电梯哥，我强大话，无阮姨妈听无。我要那像电梯哥，那过去安尼甲你敲，永远啦，你免想要放开啊啦。啊，搁过来 ，Gloria， 请大家告诉大家，我家有你出长成啦。阮Gloria听无好讲。阮查某大查某囝隔离啊，离婚啦，隔离起来一个啊，隔离啊 ，It's time to let you go, but our doors are always open for you. Thank you, forever. 哇，今天很感动的，我们知道电视是很有名的人，他今天这样绝对是都完全豁出去了，那今天也是带来一些好戏，OK，好，我们现在差不多时间来出来，我们请牧师，我来宋牧师来跟我们到来几个。这个前日，这个李先生讲的，我讲，啊，今天有这个代志，啊，我甲李万来参加。啊，当时伊无我讲这个 Gloria 会签这个书，啊，我就讲杨医师是个，唔当，你敢唔当会知影？咱拄只，今日会一个着惊啦吼。啊，头摆伊来时，入来时阵，我是有着惊的款。因为我坐在伊的边啊，拢无看到我，唔知影我坐在伊边，伊个人拢戆去啦。我想要真大个感谢，代表说，所以在受惊啦。代表说受惊，我感觉咱即马安尼一家大家是欢喜，受惊一个方法来表示咱感谢，对咱的这个创作做的一个感谢，咱的生命的来源的感谢，也是咱的生命归宿的感谢。在咱未享受这菜色面的以前，咱上到来感谢。创造的主宰，阮同时在你生活伫这世间内面，常常袂记得，阮的生命对倒位来，阮的生命要对倒位去。所以你和阮有这个生日的庆祝的机会，阮搁一摆搁来想。人生活在这个世间的意义，啊，阮今日特别一些来庆祝张医师的这个生日，甲伊的大查某囝罗丽的生日。
啊，我想着阮每一个人，阮有机会来出世伫这世界内面。啊，阮感谢你，祝福阮过去所行过来路。啊，阮也恳求你，将你创造的快乐，系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伫阮的工作的顶面，引导阮一步一步去继续行伫头前的路上。但这个时阵，我用欢喜的心，用感谢的心，来参加享受你所享受的菜色美味。我真感谢你，有真侪人来陪伴这个事，也特别感谢这个李生来计划这个事，也予阮一些亲人朋友参加做伙，来有份伫这个欢喜的当下，阮有个享受的台先，阮来感谢，阿门。好，多谢钟老师。啊，你好，咱啊。对吼，啊，就咱两弟首先吼，对，有请的医生吼，祝你十月生日快乐。对啊 ，OK。Happy birthday！ 早安，大家好。OK， 最上好。OK。
这一样吼。迄、哦那个啊，我想宋老师你若 ready anytime， 我今仔个咱个一时也就可以吼。Ready 啊！上届尊敬吼，啊，搁刷嘞，我就请迄个姚先生吼，啊，阿妈吼，恁个长辈，啊，刷嘞了，啊，三哥，恁亲，迄个因个因个亲戚长辈，啊，了才换，我咱来甲来甲讲出来话，好 ，OK。啊，我唔知，咱中国记者拄只对克罗地亚所讲的，我是发想袂当对这个中国时光安尼应该生惊，迄是无可能啦，人现在伊遐狂啦，啊特别讲中国时光伫讲生惊做人。所以我想你们那有办法，你们会，那你们就做人出来。那这个李先爱我讲几句啊，一个祝福的话。所以我想来想去，无什么通去讲啊。因为咱台湾人咧讲福禄寿，讲到福，重要是的确有真侪福啊咧。禄，我想这也是非常侪禄啊。福禄禄禄，啊寿六十岁，孔子讲知天命啊，六十，唔知要在什么岁啊？不过这只等于说咧讲，伊无想讲已经六十岁啊，伊行也是真元气，真精进，食物也真好食，大拢非常健康。所以无论是这个福禄寿，拢真够用。啊，我相信未来日子。即下个人家庭真济吼，中医师啊，甲医生又一家啦。所以要讲什么祝福的话，真乃像这画纸添足啦。啊，所以我咧想来想去，刚才用这个台湾，我有去找这个台湾的这个俗语，经几啊行，啊一只来做大家互相一个勉励。啊，也是我对心底啊对中医师的一个感谢。啊，一个祝福。啊，袂讲在台湾的这个俗语的意见，咱拢知，吓，这个孔子在讲啊，真侪安尼啊，真有学问的话啦。啊，其中一句话，咱大家拢真熟。啊，讲到咱唔知，就是讲，这个六十、六十的时阵，六十的时阵，是爱就安怎？一个人呢，食到六十岁，就爱安怎？大家知影无？四十五斤来，他唔在乎。健康哦，听到拢顺啦，种大汉拢听了会变变，啊，大汉拢了解。啊是，是这个中医师已经换到迄个境界，我唔知。发生了真侪，听了有未理解的所在，啊，有真侪有机会的所在。因为现在这知识也是真健康。是经济方面，啊，特别讲到这個台湾现在这个政治的状况，我想中医师的确有真侪安尼心内有真侪艰苦的所在、烦恼的所在，所以而且我想孔子所讲的无一定是对的。现在咱台湾的这个就是俗语，比孔子的讲佫较有深的所在，啊，他找一个人就是讲。我看到一个俗语，一种一人开井，一个人开井，一千人啉水。这台湾人的这个古早的这个智慧话哦，一个人开井，一千人啉水。我像中医师，伊现伊唔知活着几年，活几年我唔知二三十年。我想伊一个人啊，点点伫遐安尼开井，开真侪井，挂一个人。来享受这个生命的快乐，我想这是咱真侪人真可惜，袂当享受的快乐。看到一个囝儿在出世出来，啊，你有分伫这个生命的出世，我想这的确真大的欢喜，较好去。我想中医师今仔日遐尔勇敢，啊，但是看到真快乐，的确是对这个一部分，当然对变成医生来，对个较较重要。我这方面，在病院在接生的时阵，看到迄个新的生命，安创造出来，
你看这家庭伊的一个快乐，一个成就感。所以一人开井，一千人啊，饮水。我唔知影这个杨医师这记录起来无？伊对开始啊，这个行医了后，唔知接生几个囡仔出来。杨医师唔知偌济，不止一千人啦，是不是？所以这点我想已经到这个生命的这祝福真济。我阁有看到一个小姑在话，小姑安尼讲，前人正修啦，后人啊得到粮啦。头前的人来种双树，后面的人会当伫个树下来得到粮吼，粮款。啊，伫台湾热天的时阵，咱拢啊真多啊，种迄个杨树吼，啊伫遐下骹伫迄个下面，来着休息。我想杨医师伊也是通过伊的医术种真侪树来，生真侪囡仔出来，做真侪人出来，啊，迄个种真侪树。我想真侪人的确，伫咧家庭，伫即个社会，会通伫即个阴暗的里面，来得到人生的即个调节。艰苦的时阵，啊，会通得到心内的一个安慰。啊，真热的时阵，休憩的时阵，会通伫即个树荫来得到淡薄的即个安定。所以，我感觉即个律师选择啊，即个职业是非常。当做福人群的一个职业，咱逐日伫遐去种树，啊，真济人啊伫遐得得到迄个福气，而且也是一个真大的一个福气。那我最近有哪有在读这个佛教的册，啊，感觉最近在读的这净空间的内面在讲一项，我感觉听了真看了真是有感受啦，就是讲你。一个出家的人，还是一个居士去做好代志，那是为着人在做。所以，若真正这个佛教内面在教是讲，我唔是讲这个人做好代志，因为做好代志的时候，对迄个人，我得到真大的福气，我本身也得到真大的满足。所以我唔是讲为着别人在做，也是为着我本身在做。我想，这个平时在你当地在进修，在你当地在推荐。啊，像伊对伊本身也有一个成就感啊，啊，正啊，伊本身伊个家庭的一个福气。但还佫一个俗语，到底这要安怎解释？我啊无甚清楚啦，来请教咱大家啊，较有这高州的这个深造的这兄弟姊妹，讲一子升到九祖上天啦，一个囝儿若得到道咧，哈。高祖为好多高代的人拢会上天，那是不是安尼？我唔知，特别伫这个个人主义的社会，总是咱来看这个，古早无论东无论西，真侪人在修道，或者唔是家己家己在修道，伊修道的中间，五万伊的子儿孙，伊的周围的人社会也当得到啊，坐迄、那个。一个所以咱真福气啊！有这杨医师在咱的中间，不但安尼，伫个专业内面合作就相识，来当促进咱台湾人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公园较幸福。所以我想，即句本来当言来吼，一柱先高，高座啊上天，五万台湾啊，通过杨医师也是甲杨医师上后在做工的人，会当通过因的努力。五万台湾，唔是讲要上天台湾，咱得到家己安独立的一个时阵啊。啊，还佫最后一项，啊，这甲我本人较有关系。啊，即句诶就是讲，读未尽的册，行未完的路啦。我一生做读册人，愈来愈感觉册实读未了。
啊，其他的路那行不了。希望是六十、六十五、七十，还久啊！现在医学发达，世界科学的发达，咱会当五万、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啊，甚至一百五十岁，要行的路要紧，本长是短，这個、路是行不了。咱对永远出来，行去到永远，这条路是永远行不完、行不完的路。咱拢伫这行不完的路，而且永远的人生的路上，也有真侪人学习。啊，其中的学习的方法就是读册。啊，这也是我对家己一个安慰的话啦。啊，相信这个杨医师有这样好的这个自救、自福这些人，伊也是读真侪册。所以啊，最后我将我最近所出版的一本书。啊，来送这个中医师，啊，请中医师来指正，啊，五人大家三讲来行不完的一条路。所以在这本书头前，我有写讲，啊，读袂尽的书，行袂完的路，台湾的俗语，信仰医师父母为尊，得宋传先敬祝，谢谢大家。哇，我看咱大家嘛真多谢宋老师啦。我听伊讲话讲无讲真袂歹，但是我感觉每届听着拢很好，有足大个启发，多谢。啊，佫刷来阿妈甲姚姐，姚姐也是我的亲。啊，好来，翻出水较紧。阿妈讲伊较侪岁，伊较少。好，阿妈，我拢听袂了。阿妈，你莫甲写一个字。阿妈，较早较早只阿妈在做药。哎，迄个参与人诶，五阿兄啊，来甲讲五阿兄啊，啊甲讲，啊就想讲，还是过去咧，我就超工解过来，我就超工甲讲，一定用个咧屁，哎，别个嘴个笑笑，哈哈哈哈哈，啊，大家啦，大家啦，哈哈哈哈哈，我即个，即老个机也才知影，人家做就无听，唔知干呐，啊，所以你快醒，你不过啊，过年哦，那一定要。今仔日，是在会使讲，真在英雄个，是即个即个所在讲几句啦，啊，就是即个律师啦，大家知影就是，在即个顽固真个条约的拍架，啊，是那时候啊，那种救世的，啊，啊，救世的，是真真。我记我较早滴，滴家人个时阵，啊，我们有一个。这个朋友在做，做釜山路的吼，哎呀，伊来，伊就跟那个店员讲，哦，迄三个遐店拢我生，三个店拢拢生，我生，哎呀，这朋友在讲，你用个相机片，用真正的真正，啊，怎么样？这时代怎样？因为人啊是讲生囝是安尼，安尼开始我会错，啊，但即摆学识，个进步吼，也容易输，也使你合作。这是大人，啊，做人啊，做真济个，我念这三句，一个这一讲句，啊，佫一个伊个人格吼，啊，人格高尚，啊，就领导这个行动时，会使讲，可能大家真正尊敬个人啊，啊，我，我比较恭维人，所以，我应该要讲这按我这在座个吼，这现代，那要做。表露这个作用，所以啊，我是应该讲到这，但是我想这个就是啥，我台湾人哦，真常会看到偷菜、好偷菜、歹偷菜，吼、哦，而且啊，今仔日我哪会记得这个所在叫做啊来讲一句俗语，我是真含万人啊，一含伊那些，含伊顶头是金的，今仔日的金的开始卡，来含住不脱，啊，万的一千是万，做福寿万年的嘛。哦，一个这也在讲真正好个菜头，啊，搁一项是这个张医师因太太，因为有生样，要拿你看起来，我就是伊的车骨，啊，骨面那骨个，就是骨在骨，啊，骨骨骨骨骨骨要骨骨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请讲，骨万年的习惯，煞真正好个头菜，啊，我，哎，讲到这还顺耍吼，
就祝福这个大家今仔日议会这人啊，受到这个张医师的托付，啊，大家吃啊咕咕咕咕咕咕，一个咕咕咕，啊，老婆婆也要开开。我刚才知影讲，有时啊，是咱来这么长寿啊，搁这健康哦，伊实在是足 humor 哦，伊生活足快乐啊，会晓看到真无同款的迄个角度吼。OK， 安尼好。啊，是真歹势啦，厚面皮啦吼，啊，搁互迷信点着啊吼，啊，较痛啊，就出来伊。啊，即讲今仔日是大家真福气，啊，参来食即个。用医师的六十岁退休的退休的，啊，啊，讲是安怎才捌到迷信呢？嘛是伫迄个台湾中央会晚会当时去做去主持，我讲哦，啊，头一个左囡仔呢，咩呀？安尼还佫足伶俐，啊，讲到的佫真牛。哦，啊，才讲，嗯，啊，搁迄边是新生，哇，这个新生搁都有四岁哦，搁是哦，是这这老师的大丈夫哦，哦，啊，迄阵才十来才小吧，啊，小吧就爱十来在交腿，啊，交袂个，伊啦，啥物货都拢安尼甲我，甲我拖呢，也无法度啦，啊，就行嘛。啊是给我真多的合作的经验，啊真多谢。啊，今仔日讲要叫我讲话吼，我实在，那日本话猛讲啦吼，啊这台湾话讲了，咱有哪会漏风？真歹势啦吼，啊我有上两句啊话来遮，讲生日年年添福寿吼，逐六逐冬嘛有生日。双双对对，气氛春秋，安尼两个阿仔某双双对对，啊，咱逐年来过生日吼。人间岁月不敌你，赵医师他拄仔讲，伊也毋知影讲伊是到底先是在几岁啊？伊还说毋知影，袂记得啦。就是安怎呢？天上星星一情叹，有一个安尼。天上的迄个车，啊，足热，一个甲牵着咧。所以昨下咪当时，伊嘛唔知影讲，过到几年啊，嘛唔知讲老啦吼，安尼吼。啊，天高天仙心比人，啊，天高天仙就是两个天注定的翁仔某，吼，啊，心形甲比车啊，安尼是真。真公平，真啊！我袂使用讲啦，啊是福禄同时天上仙啊！啊，今仔日做安尼爸啊，爸老爸祖囝啊来安尼庆祝这个要做生日吼，长岁寿吼啊，花开嫁娶添尊福啊，都花开到六十年啊，开起来啦！吼、哦，啊，大家是全福，啊，大家真好命，恁家庭啊是真好命，青窑中间庆天乐，啊，啊，一条青窑在咧吼，我咧光闪闪，吼、哦，安尼许中间年岁吼，安尼长岁寿吼，安尼庆天乐，福乐吼，啊，喜红花旦。花春酒，安尼即嘛在生日，啊，大家食甲真欢喜，吼、哦、啊！人邻居相撇，水更新，咱的人，即、這个中医师像即个相撇的迄、那个，相相的手爱撇的是的手，迄拢是几千年安尼几百年的迄、那个安尼足强的手，吼、哦、啊！啊，来这个过年会，啊，庆祝吼恁两个双双对对，朝老老。啊，我是安尼念念，无我未晓去讲啦吼，多谢啦吼。
感谢阿妈哈，伊个诗咱大家知影，因为咱有捌做过一本诗集嘞，吼，那一本来几本，不止一本嘞款吼。OK， 安尼好，咱迄个把握个时间吼，啊，佫刷来咱就听张医师的亲戚吼，因迄辈吼，因讲吼，也准备着嘿。来，三哥张汉忠吼。啊，各位亲戚诶，好朋友啊，真多谢恁今仔日呢专程来遮啊来参加我这个小弟啊姓彭的这个六十岁大生日，真多谢。啊，同时呢，我也真欢喜，也真感谢这个宋老师呢，含这个姚西伯啊，啊这个阿妈呢啊，啊甲我来甲这个姓彭啊，讲出我这个祝福、贺乐含面的话，真多谢。一礼拜前呢，比车呢，啊，叫我讲来甲这个小弟姓林呢讲几句话，啊，我呢马上呢甲答应，因为呢我甲姓林呢在公司最亲近，啊，做伙上久的这兄弟，所以呢，伊这个从细汉到大汉的这个情形呢，啊，我大概都正清楚，所以我伫遮呢简单的来讲伊这个过去情形，啊，咱伫遮呢祝福这个，咱伫遮呢来做这个。六十岁生日啊，咱台湾啊做这六十岁生日呢，有一些这个真大意义啦啊，因为人生到六十岁来呢，是一个坎站啊转捩点，过去呢是一个人生的奋斗，啊，佮过来呢是要开始人生的享受啊。过去这个六十年呢，为细汉、中大受教育啊，出社会啊，建立家庭、建立事业。啊，超过六十岁来呢，就差不多成功啊。开始要抱孙享受的时阵，啊，但是可惜又较晚婚啦。啊，所以要抱孝呢，要抱孙呢，可能呢，还阁等几年啊。啊，希望呢，这个 Gloria 呢，今仔日是你的啊，你的生日，二十一月生日。我希望呢，你较紧学业成功，啊结婚呢，啊生一个。各位这个宝宝的好，而且爸爸的妈妈的好。啊，这个姓林的，伊是彰化人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呢，啊，伊是差不多五岁啦，啊，差不多五岁。啊，迄阵呢，伊是足天真的吼，啊，逐项都唔知，就欢欢喜。啊，迄阵呢，这个美军呢开始轰炸着这个台湾，啊，大家知影这个门卡口呢拢有骨这个防空壕啦，啊，飞机若来炸的时呢，吼，大家都无闲去查走哩防空壕，啊，迄阵信行呢，啊，干那看大家走来走去嘛，就袂输哩唔国家哩吼，足欢喜啦，吼，走去，啊，以后呢，因为美军呢来炸呢愈来愈严重，啊，所以阮就呢疏开去这个长征，啊，后壁呢有山，哦啊，开迄个洞，迄个开迄个防空做防空壕，啊，阮头前呢是一条溪，啊溪水呢是足清的，爱当落一条，啊，所以迄个时阵呢，啊，我甲伊呢，啊甲一挂这个，啊，因为阮两个呢，迄阵较无咧，啊，毋是读册时阵啦吼，啊，所以呢，拢咧佚佗。啊，所以日时呢，去山顶的饲羊啊啦，也是去溪里呢啊抓鱼啦、钓蚕蛤啊啦，吼、哦，啊过着这个产业的生活，是啊，足快乐的。啊，这个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啊，伊就入去国民党一年，啊，开始受到国民党的这个教育，啊，真可惜。国民党呢，把伊的脑呢拉屎拉拉散，啊，在这个小学这当中呢，也有发生一件重要的事件。有一天呢，因为学校内底呢，拢有这个联营长，啊，有一天呢，伊走去了树仔顶啦，迄联营长要办联检，啊，我讲，较顺利哦，你唔通两双手哦，办你机会要甲办的，好。啊！话讲了袂错，砰一阵，啊，四脚已经伫涂骹呢，啊，开啊向天啊！哦，我足紧张的，哦，啊，较紧呢，抱起这个，较紧叫迄个学校的一挂遐迄个工人，迄个
学校的一挂即个迄落工友呢，较紧甲陪去医务室，啊叫医生来，我加早有请起来，啊即我都通今日伫遮做来做医生。救命恩人！啊，伊小学毕业了后呢，啊怎啊去读即个彰化中学，啊彰化中学毕业了后呢，怎啊去入去台北医学院啊第一届，啊。毕业了后呢，抓当这个荣总呢做医生，啊，捌伫这个台大呢做麻醉科医师，啊，然后呢抓来这个 Philadelphia 啊做这个妇产科的这个实习医师，啊，然后住院医师，啊，然后呢抓摕到毕业了后，伊本来是要去 Washington State 呢啊去开业，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婚姻的关系，啊，伊也算晚婚啦，不过我还有责任啦。啊，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姊妹，啊，五个兄弟姊妹呢，我有五个兄弟，啊，这五个兄弟呢，上大呢，30岁才结婚啦，啊，啊，阮这五个兄弟呢，拢袂晓乱来，哦、啊，拢爱骗这个媒人啦，啊，所以呢，大汉的呢，无结婚，那变啊第二个、第三个啦，啊，所以就戆戆啊等，啊，我嘛戆戆啊等呢，啊，所以等到伊来的时候，已经30外岁啦，我嘛30外岁才结婚，我大兄呢30岁结婚啦。哎，算迄阵啊，算是晚婚啊。啊，伊这个回来了来啊，结束了后啊，这个住院医师一阶段了后，转等于台北医院做妇产科啊教授。啊，同时呢，底下呢啊开业啊，经过媒人介绍啊，啊认识到这个熟悉的这个米切哦，一见钟情。因为米切当时呢是这个高雄诶台湾高雄乐团的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指挥啦，吼、哦，一指导，哦，啊伊啊这个歌这个歌声呢是足优美的，啊这个性情呢啊对这音乐啊真趣味，啊所以呢一拍即合啦，哦，啊就啊就啥晚婚，啊这个因为性情呢有较晚婚啦，啊所以这个米切呢，诶啊你袂使哩呢，啊不缩进缩骨咯，啊所以三年呢啊就补三个出来。安尼，安尼就结束啊！啊，然后呢，伊就转来这个啊，奥克兰诶，这个奥克兰霍曼呢，空军病院做这个妇产科主任啊，啊，当了一阶段。爱迪开始呢，足活动诶啊，因为呢，伊为我这个老爸老母呢，定一寡这个好处来啊。我老爸呢，对这个台湾医生呢是足强诶。在日本时代呢，伊是做这个教书啊，教。哎，这日本时代教完呢，穿迄个制服的服是足漂亮，教一支长刀，哇，才够干的，哎吼，还是足漂亮的。但是我老爸呢，伊歪穿就是歪穿，啊，哎，都过年啊呢，伊吊工穿这个灯泡，啊，伊也歪穿迄个日本服，啊，还是的，啊，这个。伊这中间呢，日本呢开始咧运动，讲要学这个，要改这个日本式，伊也歹改。所以我这个，我一寡这兄弟姊妹呢，无迄个日本名啦，啊，无日本名。当时呢，我老爸伊也歹，给我担子，给阮担子呢讲日本话。啊，所以，毕业诶，迄个工作了后呢，阮日本话都足含蛮讲的。啊，这也真好啦，啊，这日本也是咱的国家。啊，因为我老爸呢有这个台湾的疫情作用的，啊，所以呢国民党呢把我把这个性情呢洗袂掉啦，我都很洗清的，啊，我老爸呢，迄阵呢甲这个我对面呢是这个赖和医生，啊，赖和医生，啊，定甲这个赖和咧做伙，啊，啊，这恁知影这个赖和呢，伊日本时代呢，红关几啊家都被地夹啊，就破病死去啊，啊，我老爸呢，因为我老爸这个，伊对这日本人呢，足气的，哦，啊，但是普通时呢，对日本人呢是，来讲足歹，但是伊拢利用迄个食酒的时阵呢，哦，利用迄个酒意呢，来拍日本人，啊，所以咧跳舞的时呢，就拍日本人安尼，啊，大家想讲伊是咧食酒啦，啊，其实哦，伊要浅浅，哦，利用迄个机会来拍日本人，啊，迄个。日本时代呢，因为看我老爸呢，对这个啊，对这个民族意识足强的，所以呢，派两个人呢，专工呢，来甲跟随，
归头啊尾，甲金水甲讲好。啊，我老爸拢唔知。到尾啊，迄两个人才来甲我老爸讲，讲我是日本派来专门甲你金水的。啊，我以前老爸，我才，以前我老爸，我才，才知影。啊，我老母呢，伊是真好教，真爱肯，肯帮助人。伊所以呢，伫迄阵呢，伊家己除了本身咧开这个皮肉厂以外呢，伊也做这个军队的制服。当时呢，参加妇女会啦、妇联会啦，然后纠纷家庭纠纷呢，伊就去行调解。所以呢，伊足肯干服务啦。所以我爸爸妈妈的这一挂好点呢，心灵呢就定起来。所以去这个乌克兰嘛时呢，开始就呢，开始呢。替这个乡，替这个咱这台湾来这这同胞咧哈，开始做社区的服务。伊要的起前咧，这乌克兰后嘛咧，对这社团的活动是无啥有啦。但是伊去了后咧，煞办到这有声有色。所以伫迄个时阵咧，伊就来认识到这个提名人，迄个吴信凯，底下呢，捌足侪人，凡是呐去乌克兰后嘛，就是去拜访着我这个中心呢。迄阵乌克兰后呢，乌克兰后嘛，这个尼泊尔是迄个校长呢，特别呢，甲信行呢办一个 party， 足盛大个 party， 可能伊较清楚，可能伊遐，可能伊来补充。因为呢，我感觉讲伊这个信行呢，底下呢，这个因为台湾来吼。这亚洲人较少啦，所以可能以后要开店呢，较无帮助。所以我是鼓励呢，伊来这个湾区呢来开店，所以个人呢，伊决定来这个湾区开店。但是来开业了后呢，大家开业了后呢，伊也是呢，袂记得讲，唔讲要替同乡来服务。所以呢，伊来这个湾区了后呢，也赶快呢，积极的呢，来替这个社团呢。服务啦，办各种的活动。24小时虽然伊是一个妇产科医生，但是呢，只要要伊有时间，伊就来肯帮助。我呢，从伊过去的这个活动呢，我拢去 video 起来，我呢，甲剪接，甲管理 video。确定啊，有时间呢，咱呢，跟我来甲这个看伊过去的活动，咱这个社区的这个经验。真多谢。咱这个 video 可能吼，最后啊，咱会直接后边将咱刷来看下，好 ，OK， 刷落去啊，还佫有迄个阿姨也是，我张三哥三嫂，无哈，无客气哦，伊即摆人我若忙过，还都因为下骹就出一人，拢有备而来哦。今仔吼，你看咱遮是 decoration 吼，我都看拢是恁遮创的嘛吼，诶，大家都说的，我看咱遮水个，真水个吼。安尼有无？哈？哦，今仔嘿，来。哦，这嘛是有备而来吼。这是我妈妈唯一的妹妹哈，我阿姨，专门从台湾来，要跟你讲讲这个事。我今日就这个班里的查某囝，我的表姐，啊，佮伊两个囝伫读大学，拢专工来，迄个经营，啊，佮迄个发展哦，顾群，嘿，啊，佮阮阿姑的，阮妈妈的弟弟的查某孙啊，嘛来，嘿。这是我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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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更不好哈，所以大家也听我真清楚的地方，请多多原谅和包涵哈。我这边啊，今仔日有这个，我想要代表我这个米切这边的这个阿姨哈，
甲大家说多些。你说伫这个美东这种部分吼，这几年一个奋斗，我相信嘛真拼死，伫甲伊安塞这个共同拍拼下，我相信一定得到足侪个破声。因为咱对今仔日这个吼，无予张医师知，真秘密的这个行动中，正面遮侪朋友亲情来家己这个庆祝伊的生日吼，咱可以想见，伊的做人想要真成功吼。我了咧想讲，哎，以前少年时我是定来甲伊斗阵做伙，啊，伫众人遮侪吼，哎，水本行的少年人咧甲伊招的时，伊是安尼穿咱这张医师。哦，我看今日啊，我看这个证明吼，看到在座各位，我相信并且这个选择是真正确的吼、哦。而且呢，听讲啊，伫病院吼，嘛咧暗暗啊运作讲要甲张医师吼、哦，这个做这个伊的六十岁生日啦。所以对这可以从多方面吼、哦，咱知影讲张医师的做人吼、哦，实在真成功吼、哦。如果各位你们承认的话，那咱该掏声来做下去。张医师吼，咱若甲伊做伙愈久啊，咱会发觉伊优点愈多。伊伫厝里是一个真好好老爸，啊，嘛是足体贴的这个翁婿吼。哦，我来医生遐佚佗正认真吼。哦，我看张医师各方面，我讲哎，我倒来嘛来教我的翁婿呢。我想我翁婿一定真好袂讲，我用足侪钱嘛，你去美国佚佗，你倒来煞来教我，爱想要学张医师啊。啊，事实真正，张医师的做人吼，真侪方面，我相信唔免我讲，伊做人实在真正有情有义，佮有爱。这我相信大家一定承认的吼。而且呢，对某的体贴，因为怎吼？对波士顿回来尔，啊，因为格瑞丽今日嘛生日哈，哦，我昨日无啥啥，啊，阮就去百货公司哈，啊，张医师就对安尼，幸好我这阵查某人安尼真老实安尼哈，连咧变数者，连咧化妆者，咧买衫者，咧买鞋者，伊拢无一句迄落，我讲啊，无怪理性会选哩，所以今仔日有这个机会伫遮哈，因为前面已经足侪咱的长辈，拢讲足侪这个张医师的这个代志，而且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哈，因为拢是张医师的这些好朋友，恁了解一定比我更加侪，所以我唔敢占伤侪这个时间哈。那因为我是专工真正要来甲这个张医师庆祝哈，啊，我唔知咱遮的是安怎，我是用我到底南岛。台湾的南投哈，我那么南投，你是讲哈，爱因为两个拢两个夫妻拢得了，爱白手偕老，所以我那个查某囡仔挂破的，哈，啊，以前也感谢先生啊，谢谢。就我讲的哈，这样呢，听在起来讲，我就讲得就好啊，伊安尼。囡仔拢唔知哪生，拢高水个烟头哈！哇！都我安排啊！你亲戚朋友？你该啥管？今晚我了搞。哦，这么好的阿公，结婚啊！因是重头戏啦，因甲你拢是重头戏啦。好，而且今仔日吼是
咱遮咧搁讲讲咧吼，啊，因为时间嘛，无一咱是把握咱的时间，用咱的时间吼。啊，我是想讲，咱对迄、那个，咱拢大家拢饼大了，呵呵啊，咱用 A B C D 的这 order 吼。啊，讲啊讲，咱我希望讲大家咱工作甲差不多三分钟啊五分钟的时间吼。啊，看你要讲话也好，要唱歌也好，等等搞拢好吼。啊，煞咧，啊，才重头戏才吼，因三个囡仔吼，甲老爸讲一挂话，啊，然后才个面心安尼吼，我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咱唔好着家己重头戏的时间，家己拖伤久 ，OK？ 好，你好。啥人爱出来讲话吼？我为 A 吼 ，last name A 开始讲，开始看咱叫 A 为 last name， 我叫一个。上早就是 C 啦吼 ，C 开始吼，有陈光博、陈德辉、陈清辉，我只能讲 Mr. and Mrs. 吼，拢包括在内吼。你看要派一个代表出来嘛好，还是两个总出来嘛好吼？啊，有无？把握时间，快！今年我把握时间哦，这搭过去就无啊。啊好啊，讲陈光博先好啦。陈光博，你黑鹰堡的白头翁啊！啊，大先生，把咱这张罗架子那个，生日快乐哈！啊，咱当然讲吼，那好命吼，就是财自修啦吼，当转啦吼。啊，美国人嘛有滴讲吼，咱那这个你都爱吼，那好命就是 professional 吼 ，professionally successful 吼，啊，佮有哦 ，you hold something， something of value。at the end of your pursuit， OK， 所以啊，我想这两点吼、哦，对美国的 standard 也是台湾人的 standard 来讲吼、哦，咱迄个信仰兄拢有啦，吼、哦，伊不但有一个安尼真哦，这个做人真好做吼、哦，真成功，同时呢。哦，伫啊，住伫即间即阿房宫，阿房宫内底有一个美青贵妃，哦，都要家伺候，吼、哦，啊，今仔日我家办一个即个遮水的 party， 吼、哦，所以这是真幸福，吼、哦、啊，有一点吼、哦，咱搁特别吼、哦，对这庆龙兄吼特别的诶，即个感心，就是讲伊即个爱台湾的心，甲关怀台湾的心吼。哦常常予咱真会当家吼，家娱乐。啊，我以前捌干几啊届吼，啊，大家若去开会，大家要讲话啥吼，啊，若谈到投资，谈到其他的议题吼，伊吼足无闲，就拢爱困拄拄。啊，若讲到台湾哦，我伊就马上醒起来，甲你讲几啊点钟。所以这点是咱是真吼，真该感动的一点。啊，有一点吼，都是。人到六十吼，啊，平时我是讲，稍微爱 slow down 吼，啊，我有一届个朋友吼，伫讲话时讲，伊捌甲我讲一个讲吼，讲伊最近吼爬起哩吼，想讲要爬起迄个洗一个窗仔门吼，啊，洗一个窗仔门，楼梯爬落，爬起到楼梯顶的时候，感觉讲啊，这物件袂记，搁落来爬，吼，安尼咪，搁爬起，啊，搁落来，啊，就。佫袂记哩长，我着去。啊，到最后讲爬到楼梯个地方，讲毋知是要爬起来，是要爬。所以吼、哦，我想讲吼，张医师啊，你吼、哦、已经六十啊吼，你去调这个吼，啊、这个，你调一百块去调一条歌吼，小可会使较袂记啊。明知失恋真艰苦，对呀。对啊对啊，啊，嗯，这位，哇，这个 free 嘛，得好多哈。今天张医师是做这个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我特别呢想到 surprise 这个名哦，有时候咱做父母人，有时囡仔来送你生日礼物啊，你真侪时间拢看了头，啊，有时看了真 excited。啊，所以我就讲，叫你上好以后卖乱买安尼吼。啊，我咧 Michael 一边都生日全送到一个 four page 的迄个 birthday card， 啊，头前写 ，Dad， if you want anything at all， anything at all， please let me know。啊，结果翻过这边伊讲 ，I'll make sure mom gets it for you。
即个张医师是我邻居啊，真好个人吼，我甲伊常常有做伙啊，一边我伫 club sport 拄着伊吼，啊，迄当阵我足少拄着伊，因为伊个时间甲我拢无啥会拄好吼，啊，当初六七点啊，啊，伊甲我讲，对个对个，啊，恁太太体力真好嘞，讲。哦，我阮太太结婚35年哦，也无人家讲体力好嘞，啊，就相当好。伊跟我说，哦，我呢一直打，一直打，吼，打到我身啊衰落来吼，啊，伊拢袂身啦，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拢搁较久啊，拢无身着。你讲，阮太太有时来打迄个麦逊吼，迄个 step 麦逊，我感觉真可怜，迄麦逊可怜的抗议，感觉力无够啦，我咧足艰苦，较大力嘞啦，吼、哦，啊，伊就是张医师。佮对咱每一个人，我是认真对每一个人真相当有照顾。我一摆拄着我丈夫啊，啊你囡仔吼，啊当时就带我吼，啊无安尼啦，若生双胎吼，两个算一个就好啦。所以对咱即个不但同乡真好，对咱个人也真好。我有时去伊个厝个吼，啊，佮互美生请吼，啊去遐我拢较早睏。啊，明星吼，拢超10点精神真好。啊，我迄当阵我有时拢在讲啊，我明星我来先走呢。伊讲你是都市人啊，迄个城镇人啊，人迄都市人哪会10点困嘞？啊，所以因着我拢较早走，啊，所以真济听伊讲10点以后迄个上节目上好，我拢袂赴着。张医师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好个。啊，有三科医生真好，医生啊，对地方真大贡献，对台湾同乡，对一个啊台湾 society community， 尤其是台湾民主运动，我对张医师有相当大的尊敬，大家都该拍手拍一下好无？好，多谢。诶、欸，啊，有人 last name 是 B 无？啊，我有 miss 掉。好啦，好 ，OK， 好，四，啊，四，搁一个，一个称呼啊，有无？哈，你要 skip 一下 ，OK， Mr. Miss， 我即包括 Mr. Mrs. 哈，啊，即马搁说嘞哈 ，C D E F G 拢播嘞哈 ，H 啦，哈，即马搁落 H 哈，哈，徐燕，徐燕是 H， 哦 ，H 对，徐燕拄啊叫嘞哈，恁即内底有黄晨光、黄真源、洪承宗啊 ，Joanne Huang， 几个上个先？餐餐，来，阿健，多少时间？我照我这个面顶的顺序，我这青菜顺序下来，黄晨光先来。黄晨光，我想讲嘛，这个人要怎么样？你头先甲恁囝怎教？你做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各位贵宾，真多谢哦，小弟今日有这荣幸吼来参加江苏60岁生日吼，真多谢。我想拄拄啊，真侪位吼，拢甲张医师的一挂好代志拢讲了啊。哦，啊，我也免阁直接加讲。但我大家有一项代志，张医师伫湾区遮尼久做个代志呢，伊创设个会呢，有一个会伊家己创设个，啊会有会员嘛，敢伊家己一个，真侪人拢无注意到吼，张医师知影，就是台南后壁军人协会。因为伊会长也家己一个，所以私底下我有感觉拢叫伊张将军啦。啊，拄仔来，你车底我甲阮太太讲讲，咱今日要参加张将军的这个生日 party 啊。阮太太就伊反应有较慢，所以伊就咧问我讲，啊无伊官阶是啥物会？我讲啊，你哪遮尔笨？那胡三哥呢？伊的官阶一定是中将。因为呢，我知张医师专门啦吼，伊不管你。月经若袂顺，也是白大、青大、乌大呢，伊 prescription 拢共写一项啊，中将汤啊。所以吼、哦，要咱叫张将军呢，啊用北京国语讲呢是叫做张大帅。但张大帅你袂使用台语讲哦，台语讲变张大帅。哦，啊，讲到这后我是安尼啦，我讲，我才甲张医师啊。讲也是同行的啦，哦，伊是咧卖中奖汤，啊，我是本来是卖膏药，即几年呢，拢无在，拢无卖过膏药啊，因为只有一位拢甲我卖去，所
所以我今天来这个陪一个药来发张医师看。我今天无啥当路来了吼，我直接凊彩拍就好了吼。来，人多话多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爱食菜花，有人爱食苦瓜，有人爱看人老呢，有人爱看拍拳头。未啊，搁未来做参考。若要看拳头是免惊无，讲日本柔道山、力道山，你是好手人，搁兼柔道。啊，美国鼻啊笃笃，目睭落落，伊来搏心骨，甲耍会好。啊，人讲阮台湾第一种，阮师傅呢就知识，伊若行某功夫是通人知，阮台湾透美国。啊，若讲了小弟呢是真不才，八肚那枵呢，八肚那枵呢，全部数，啊，这样八肚食饱无半步啦。不过今仔来到贵地哦，嘛都要进两步吼，来，即马开始拍一下吼。来，这款太祖拳是拍电击，啊，白虎拳呢是上麻子，啊，高拳是好下手，啊，高拳是看目睭。来，哇！我叫吞形棒打，双手落叉，下手都要先拍。大家亲像伫面床顶看轮吧，轮吧看小鬼，你都要去。这张医师还去挂号死号死咯，来，搁台搁刷落去，大家目睭看好金哦。这部叫做《董子拜观音》，大家目睭闭好金，无你倒无都看到面景。来，这部《罗地兵法》，目睭莫叫酷酷，无你等下来啥都看到来酷。来，搁刷落这部。用光公倒拖刀，他们都打好，我鬼精怕就跟你先斗。来，我耍了这波去，三林六仙桃，啊，就拉落去嘞，丢一束行李就拢无。我耍了嘞，宁波要洗身躯的架势，大家要看好势，才会让宁波歹势。我想我三分钟够了吼。后边我十二个，我想等后边张医师七十岁生日，我来拍。多谢。咱哪够浪费时间咩？无你用咩？拢可以啦，拢可以了，好无？我今日你这个，这是个正功夫嘞，老师。哇，你觉得这是真正靠的这金金丹灰啊？那个啊，完啦，黄承宗，那个九安跟徐燕来，别个叫这损失啊，是你们来完了吧？来，黑马金 Miss 的来 ，Miss 来，好 ，Miss 黄承宗来，这里有机会可以定开。这是 Nancy 红丹的多，唔免我介绍，我介绍你再给你。等一下，潘先生，潘先生讲叫我来讲啦，吼，啊，谢老师讲我甲张医师较熟悉啦，较关系较近啦。潘先生，潘先生，我哪有知？解释一下哈，免啦免啦，因为我为去年做甲张医师合作做这个合聚会哈，伊做会长，我做副会长，才知影讲张医师的做人。伊吼，甲伊做伙遮尔久，超一年，甲即嘛一年外两年，伊毋捌甲人冤家。咱这冤家去年有发生无足好的代志吼，啊，大家拢安尼好，面红耳赤，安尼冤家，安尼气到要死。伊拢足冷静，绝对无发脾气，也无安怎，啊，拢代志拢阁做甲足顺，足好势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甲张医师做工课吼，非常的smooth就对啦吼，拢未有发生代志。啊，即摆我做会长。哦，你看尤总想安怎讲我？拢讲我好，拢咧管你，拢吃白白，无啥物话哦。所以吼，张医师是有影做，不管你做啥，伊即摆搁要做这个迄个淡水病院的这个后援会吼，嘛是伊若喊一声，大家拢总来，表示讲伊的做人实在是袂嫌你就对啦，还佫足会当学落啦吼。
暗早起，我甲美心定来去护理会做伙。吼、哦，定来听美心学了张医师，吼、哦，实在是我转来拢甲阮同事讲讲，你都爱学张医师，吼、哦，伊安怎安怎安怎，吼、哦，毋知有甲听无甲听，毋知啦。好、哦、，anyway， 啊，就是讲美心吼、哦，你嫁着张医师是不是三生有幸？啊，但是张医师娶美心嘛是五生有幸。好、哦，啊，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谢谢陈立东。哎，完啦，有无？生日，生日完啦，无错。OK， 真是 skip 吼。阿九安，阿恁隔壁人呢？哈？隔壁什么路？你看了你？是你时间要过无？我刚才看过，你时间好像，可，阿你下加一个十二招要来讲出来。OK， 徐英燕。我想这是给。是嘞，要啊，首先讲讲嘛。哇，你的时间马上要来哦。是这。啊，主要，主要吧。来。我先讲讲了，就算了，别讲。哈哈哈哈哈哈。你两个噎了，我拢叫听。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咱包好时间。卖卖卖，时间。好。诶，即摆讲规矩都无啊，吼 ，skip 规矩都无啊，吼。叫人改都无。诶，啊，迄个王啊，恁那个。你囡仔有要讲一句话无？无哈 ，OK， 好。啊，佫过吼，哇 ，L 吼 ，L 是零吼 ，H 呢拄啊过啊 ，H 啊，先生关系先生，我叫是你 S 嘞，是是是是是，就就 H H 对，小静康来。啊，谢荣静是。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吼，台湾的拼音也有 S 的，也有 H 的，啊，迄个啦，新加坡也有 X 的吼，啊，后尾咧一个即摆伫协调处理服务的叫做谢丽吼，叫 C 啊 ，C H E 吼，所以真侪无同款吼。啊，今仔实在是真欢喜，这个机会伫遮来甲听音书吼，啊，祝贺伊的六十岁的生日，实在是啊。有真深的感受啦吼，啊，我伫湾区头尾来遮嘛22年，啊，伫遮当然实在嘛有一挂人，也是其中内底是郑秘书对我的照顾相当济吼，而且啊，头拄啊，陈下头咧讲做啊，郑秘书实际上来湾区拢唔捌甲人有啥物口角啥吼。但是伊真济个为着我个代志吼，安尼嘛安尼爱甲人安尼变一串就对了吼，所以真感谢吼。那么伫只咱讲一寡别项个吼，即个我一向拢有伫啊算讲咱人个性命吼。那么伫我个看法是讲大概有30000日啦吼，当然有个人是较济日啦吼。那么伫30000日，我有一个叫做30000日的迄个理论啦。那么第一万日就是讲每一个人出世到第一万日就是27岁哦，4个月搁15日啦。那么第20000日就是54岁吼，9个月啦吼。第30000日的就是差不多这个82岁，1个月搁15日啦。那么超过30000日当然真济人吼，即摆渐渐愈来愈济人。不过迄个照变更数字吼。啊，差不多30000日哦，是咱一旦看会到的一个 life expectancy 吼、哦。那么今仔日张医师，你知影你第几日无？我大概甲你头落个算过吼，21899日。没关系。那么今仔日真济好朋友伫参加啊，所以我安那有备而来吼。而且吼有这个机会，那么甲张医师写几句啊啊祝寿的话吼。那么我有写一个啊诗文吼，叫做《贺张医师60岁寿庆》吼。那么天官要用圣贤60吼，啊下款是用美青宴庆。那么这个诗文是信息爱乡乡代美。天衣热心是救星，六亲治病祝寿宴，实在湾区合家庆。那么咱湾区一挂好朋友吼，那么有诶，因为我有问着，有诶无问着吼，
我简单只要念一个名吼，有宋全胜、丁基石、施天敦、林文娇、尤仲雄、赖建章、陈德辉、黄徐琼文吼、洪承宗、陈光博、贾定宽，甲大家亲友，直接甲伊祝福，多谢。I just w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to Gloria and all young folks. You know, life is a journey toward unknown and infinite destination. No matter what will come in our future, I'm so happy to share this moment with your family. Thank you. So do I.第二就是对个哈，哎，我插一个吼，讲一个啊政治笑话啦哈。迄个恁知影宋楚瑜定咧最近定咧学台湾吼，伊讲伊刚叫人讲讲，宋楚瑜讲我吼做县长已经是整整两个年头。伊我足准个。OK， 那个算了哈。那个 L 哈，我只凊彩一个一个信息哈，我先留文章先，留文章，文章哈，啊，各类哈，赖锦忠嘛是啊，林文龙嘛是哈 ，OK。各位朋友、各位乡亲，大家好，今年是中医师六十大寿。先一只来张医师祝福，来你恭喜，来你庆祝，祝福你年年平安，万事如意。同时也借这个机会，来在座的每一位，拢祝恁大家健康快乐。六十年来，张医师做人是老实诚恳，做事是认真打拼。做老爸是疼无囝，大鱼大肉拢是老母仔来食。伊家己的生活是相当的简单，对朋友也阁无话讲，对社会伊也是尽心尽力，甚至对人类啊，经过伊的手生出来生命的也已经吃上条。中医师做人是非常的成功，不但伊做的是真正的人啊，而且时时刻刻，你拢会当感觉到张医师心肝头的一百火，你会当感觉到伊的温暖，你会当感觉到伊的热情，你会当感觉到伊的信心，你会当感觉到伊的希望，感觉到伊的认真打拼，感觉到伊的无眠无日，坚持到底绝对无认输的精神。举一个简单的例，新生娘是正科班出身的 opera singer， 张医师想讲伊人大个，那喉粗有气魄，声音总是袂当比人较小，所以一条新名曲《可兰花》予伊拉几啊年，也拉出一点仔知名度出来。新生娘是正正杠杠的 opera singer。中医师呢是正正杠杠的乌白拉，但是这种无认输、坚持到底的精神，总是让我感觉十二万分的感动，也感觉非常的可爱。今仔日我若徛一只吼，要讲中医师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按下昼顿呢，讲到暗顿都讲袂完。可惜先生娘啦，请咱食下昼，所以我不得不。来较紧做一个结束，最后我送张医师一句话，就 Robert Kennedy 讲过的话，我来修改一点嘛吼。英文是安尼讲 ：When people around you see things as they are and ask why, I wish
you will always have the courage and inspiration to dream about things that will never work and ask, why not? 台语的翻译是：当你周围的人咧怨叹人生、咒叹人生，对着这个现实的生活感叹人生，问这个人生到底是为什么、是安怎的时阵呢？祝福你，赵医师，永远有这个信心，坚持你的梦，甚至梦即卖不存在的代志。人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安怎的时阵呢？你问的问题是安怎袂动？我一只搁再一次来你恭喜，来你祝福。来你庆祝，多谢大家。哇，多谢林文忠，伊迄个嘴唇愈来愈白啊，愈来讲话愈来愈有智慧啊。哈哈哈！诶，坐来迄个，诶，罗建忠，好吧。这个诸位看中央，恁大家好啊！我今日来遮参加这个张医师的这个birthday， 我咧想比大家人，比真侪人拢有另外一层的欢喜，因为伊是我的长辈，我是伊的后辈，这是完全实实在在，我的亲奶妈是张医师的阿姑，我自细汉就常常想阮。爸母甲我讲，恁彰化的故宫金箔是上界天母尊敬的。不管是阮拢拄只这个汉中先你讲，实在想影因伊个老爸甲伊个老母是我的故宫甲金箔啊。阮老爸常甲我讲，你看故宫金箔比啥物人都压骨较大，所以今仔日真正欢喜。啊，若讲我要安怎遐味了，我讲。我应该是遐咪叫做阿姐，但是阮某、阮太太教台湾的习惯爱叫囡仔叫，所以就啊叫啊叔公。啊，伫美国啊，做翁就爱做某叫咧，迄啰较安全。所以我嘛爱用，算是变做三叔公去咧。然后，所以咱今日来庆祝咧。嘛是我这个金箔的翁的生日，anyway， 啊，所以今日个这个，我是真欠伊啊，搁真做欢喜来来庆祝伊，来个参加欢喜。啊，咱即马搁讲到这个亲情，卖讲，啊，就是伫这个湾区，是咱这个台湾人的。还是小蛋，你剃掉哈。来，这个蔡明金吼，伊即马毛有备而来哈。这其实蛮什么有备而来，迄当阵诶，黄伟新卡电来吼，阮太太都哦，听着讲迄张医师都自告奋勇讲要甲伊跳着祝寿舞了吼，啊结果发现着讲找无 music， 啊佫伊讲甲咱怯场了着，啊所以。临时讲吼，逼着讲吼，都爱一定爱叫我讲出来 do something 就对啦。所以我是讲 OK 好啦，我就讲话吼，我相信我 expect 讲大家拢讲足济啊，所以我想讲啊 play two pieces 什么 short pieces 那个 music 吼，这个叫 as tears go by 吼，还是讲像在世上六十岁。老泪纵横就对了哈，事实上，但是第二 piece 叫 Here Comes the Sun 哈，事实上张医师是这块的哈，伊，互人看了，伊事实上是咱看咱就讲一个阳光同款哈，因为我见来看到伊吼，安尼拢笑眯眯啦，我都互因太太吼，迄个面个臭头去吼，伊嘛安尼笑嘻嘻吼，所以咱互人感觉讲，哎，咱就看来咧阳光同款啦 ，always warm and peaceful 哈 ，so go to Here Comes the Sun。
迄个就是叫做As Tears Go By。邀请我吼，真光荣吼，我实在是真 appreciate 啦。啊，头拄仔我看只讲啥物第二乐章吼，啥宝刀未老老当益壮。啊，我头听九音讲吼，啥物夜夜吹箫吼，夜夜吹箫应该是对美心讲，不对张行讲。这是 correction，thank you。
敢若有咧要起步下个。OK， 算了吼，啊，咱请高淑珍吼，因为伊我咱斗考定的这样代志吼，哇，伊嘛咧足紧张啊，啊，我袂困啊，我都无学着技术去报告，妈之前啊，我袂晓。OK。美心一礼拜前甲我讲，请坐，你是我较紧张哈。我吼一礼拜前甲我讲，我一个月前就失眠啦。哦，我足兴奋的，我有够欢喜，讲会使参加这个中到这个 event。吼，啥物拢袂晓的啦，讲话搁较很慢。啊，所以我想讲，大家四班班武艺拢搬出来啊，吼，我尽量尽我的ability。我想讲，我不要讲话，我用甲张医师献一条歌，哈。Formosa la de ban, la de ai, chinchu abu gyawan de mia, yo ha yo ha yo, xio ha xio, ingwan po dio mi le ban, la de bin yu diu xin yin.丢心命，今仔日拄到六十岁，等呀等呀等，梦啊梦，同好来吃一顿 free lunch， 善良的人，孤的人，丢心命。伊一生做人通中好，关心你、惜你、照顾你，会予咱定定想着伊。阮以前有一本册叫做《北港香炉人人茶》。啊，这本册内底写拢甲食品的代志，无啥物正经，但是我感觉这册名写袂歹。我还想讲，咱可能也会使出一本册，叫做《北港妈祖庙人人拜》。即安怎讲呢？咱原古有一个足热心的同乡，啊，伊的厝吼，常常都敢那安尼，伊的厝都敢那北港的妈祖庙。这位同乡常常都请台湾的先知先觉，吼，啊来演讲，和咱个即个先知先觉见面。啊，伊的厝内当然就足闹热的啊。啊，予咱中乡有足侪机会去因厝内叫做朝拜，咱按这生理世界得到足侪知识甲启发。所以呢，我要借这个机会，我想讲，咱应该深深甲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就啥人，就今日的首先，张医师张先生，咱从敬爱，予我深深感动的张医师，啊，要甲伊深深的说多谢。奉献甲牺牲甲热情，爱歌有气魄的歌，叫做八点钟饲金鱼，五瓜自来正。金啊，哎，要同乐啊！我这条臭唇歌大家拢捌听过吼，足歹势。因为我普通若要唱歌，因为我的喉较歹吼，拢都爱有一个伴奏。我今仔日安尼真欢喜吼，我真安尼流目屎。我今仔是为着欢喜安尼流足几条目屎，每一遍。每一个人讲的话，每一个长辈讲的话，我都足欢喜足感动。而且我普通时，若讲叫我唱歌，我会提示，但是我今仔日我唔敢提示。我即摆吼，因为六十岁有较老啊，吼，所以无你嘛小可小讲者，讲我摕一个目镜来。我来叫你啊！尤其是咱阿哩仔，尤其是我流一挂目屎，怎啊？
目睭煞无鱼个，所以我看都袂清楚。OK， 我紧来。因讲叫我唱一半就好了，我嘛叫唱一半就好。迄个，伊讲杯底毋通饲球鱼，我这个盘从哪里开始？饮啊，啊杯底毋通饲金鱼，河岸半北在三支，表姐，啊爽快无得钱。饮啊，啊杯底毋通饲金鱼，朋友之言无议论。袂哭袂笑，久在意，心情郁卒。若无头，等待的是咱的天。水落去，飞得唔通是。唱歌拢会烧声，啊，所以我常常为了半音走出来。你多谢啦，这条音今天我一唱，了煞无人敢唱啊，所以只好请伊搁唱出来哈。搁讲一个啊，政治笑话啦，我今仔拢无我的节目，今仔更艰苦一点咧。有一个老师讲，叫学生讲做一个啊造句就对啦，啊，讲题目讲是啥，讲做连副总统啊，啊，伊就讲一个学生就讲造讲。连副总统都做不好，还要选总统？老师公，这算什么造句？过去改。阿公好，再来一个。阿公能干，阿叫伊做阿公，做工老师真是无能，那个逗点干。OK， 啊，那个啥嘞哈 ？The last not the least 嘞哈，我称尤仲雄，好乖。You, hey you. You, you. You, you. 我想我当时要来美国的时候，我选这名选 EU 唔对，因为同款姓、同款名，人个 EU 吼，有金钟，伊是用 EU， 结果有啥物代志，伊拢用做代先。我像即摆，那都都基先生讲啊，讲即摆来讲话，哪有啥物好讲？好讲拢讲了了啊。歹讲诶，咱搁歹势讲，啊就卖讲啦吼。但是我嘛袂使无讲，因为我有需要讲，需要我家己对这个张信贤、这个信贤的这个家己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感想。你知影，因厝吼，因足欢迎咱大家在安尼开会创啥？其实伊两年前伊咧换地毯，伊毋是真正爱水咧换地毯，伊是地毯让咱打海去啊，伊无换袂使，啊过去话插班较紧啦，是安尼咧换嘛，对吼。啊，伊吼，伊为着这个社团的代志也好，为着台湾的代志也好，伊足热心，啊，发两件，无休假伊嘛，我都唔走出来。大概我那边就佚佗，拢甲讲好，到尾啊，拢绝对无参加，因为伊时间拨袂出来。但是等于台湾，伊绝对时间拨会出来。所以这是我感觉足奇怪，因哪有法度等于台湾时间就拨会出来，就是袂甲唔命。啊，结果咧，开一钱嘛咧开，伊家己本身是足欠的，足节俭的人，有当时我感觉强到无款的吼，唱唱歌嘛，干唱迄几条，也不爱看，对。有影嘞，啊伊吼，你也看，你看伊个人安尼足心思足起来，我今日特别注意看，我看伊这小样确实真 touch， 真心思。其实伊，你也看，我也感觉有影嘞。你看伊唱歌，我十年前捌伊个孙伊哩，台顶咧唱歌就是唱一条八点人就入去，饮酒的歌。啊！伊咧，我所听大概像是啉酒的歌、苦恋歌、啉酒的像讲嘛，都啥物一根支小雨伞啥。我讲你干嘛？你敢真正只敢拢咧想这個？所以吼，哎呀！但是我知影伊啦，有通有机会互伊唱两句，真爽快。哦，若有机会，我咪讲，哎、欸，想想做你去唱歌紧，车我都塞。哦，不过是伊嘛唔肯啦。我介一介去洛杉矶，两个人、三个人，从美心去洛杉矶。迄介是我一介开演节，我感觉伊上慷慨。
你跟我同齐去，我甲带去买皮，我买两箱，伊买三箱。上届一届，一届应该啊，伊讲我去欣赏，我最 impress 的。我讲你啥啦？你唔捌买过鞋哦？我肯定买，我肯定买吼。应该我讲啦，就是。但是我讲无紧，我甲你斗赛吼，因为一转六点钟嘛，咱两个轮流赛。伊讲咩？伊家一个赛到位，结果我伫后壁咧困，歹势。我实是无多通甲你讲偌济话，但是我今仔甲你讲一个，就是讲。差不多上礼拜，我甲这个李金姐啊吼，两个在咧讲起了后，我实是有心要请彭教授来参加，伊嘛就要来，但是彭教授时间出袂好势，伊伫遐隐隐讲袂，甲我讲袂清楚，甲拜五伊敲电话甲我讲讲，我就是甲你讲，今仔是我的生日啦，所以我袂等其人要甲伊庆祝，我恍然大悟吼，哎呦！咱六年前的时候，咱就去因厝来做生意，拄拄啊是拄啊进行。所以彭教授交代我，甲新员工，我知影，你若今日彭教授来，你当然会感，你感足无共款的 feeling 吼。啊，虽然讲伊今日无来，但心肝已经到啊。吼，伊甲我交代阿公，甲你讲 Happy Birthday， 啊 ，Just keep going， 吼，这是伊甲我交代。啊！伊嘛甲我交代，甲伊伊先向讲讲 Happy Birthday， 伊嘛知影你昨昏做生日。啊，甲 Gloria 讲，明仔伊甲我讲做恁三个生日吼，伊甲无甲我讲尔，因为我是平日也袂到吼。但是咧，我有拜托谢振宽吼，甲咱写一张甲彭教授祝贺的的这个迄个吼。谢振宽呐祝贺咧，和彭教授76岁寿寿辰吼，谢振宽吼，明我用中文读啦吼，因为我这。当然吼，都本来都差不多，差不多，还要读这些，较困难是吧？我讲，明铁钢法深爱台，敏捷奔走四海湾，七洲志士信心坚，六合四手为咱国，面顶就是明敏七六，下骹就是台湾建国，吼、哦，啊下骹就是咱遮个。湾区有人热心，要欢喜要甲签名。假使有个人还未签到名，愿意要甲伊签的，吼、哦，麻烦你甲签住，我临时要甲发出去，吼、哦。啊，新年你知影吼，彭教授来甲你 say a say thank you， 你讲来 Happy Birthday， 多谢。真无简单吼，足好听下今仔日。OK， 啊，咱将渐渐要进入迄个重头戏吼。我今日看看咧，唔知要 miss 啥物啦吼，无啦吼。咱今日吼，后讲足侪好话啦吼，好话讲尽吼，后唱歌后头遐，欠一个啥物货，欠一个啊相声啦，相声吼。我伫咧想讲，相声本来是要拜托啥物人来表演一下，但是我想讲咱这个湾区，啊有啥物人更加适合啊？你咧记啊，你家己。咱这个咱知吼，这刘医师甲因太太吼，两个是足有 talent 吼，因当时也捌唱 opera， 啊到处演讲，啊到处主持，啊即马拢变作是算差不多全世界的名人，会使讲是台湾有听声，美国有出名哈。啊即马呢，我选到这个相声，这两个要讲就是刘医师甲因太太，拜托来恁两个来，恁咱大家咧坐这么久吼，啊前面听恁来表演一下，我恁两个来表演来，来哟，恁欢乐。我讲这样代志吼，因两个拢无准备啦。啊，你就知因这 talent 吼，随时出来嘛是无问题啦吼。明星就从位只 Boston 只只转来嘛吼。啊，张医师是完全唔知有今仔日这节目，但是呢，我相信恁两个是绝对无问题啦。啊，迄个麦克风若好恁落去，啊，你就我就出来啊。我来讲一句来，大家讲。今日呢吼，题目吼，我给你负责题目就是张医师讲脏话，啊黄美心开黄腔，来吧。啊，你这都领导题目，他讲了嘞。好啦，讲来。张医师，你先讲。我都无脏话了。哈哈哈！实在是拢无恁准备啦，啊，我是有准备，我准备一个吼，我是讲。instant 的即款的这相声吼，啊恁随时，咱恁一人一台嘿。来，好，这位是，上一次吼，啊恁这个吼，这就是讲，讲一句了，
啊，你换家都换对方讲安尼啦，吼、哦、，OK。用台语啊，用正确的、正确的台语安尼吼，好不好？反正你若讲了无讲迄个，用迄、那个用你你的，好 ，OK 啦。好来，张医师讲脏话，黄美心开黄腔，来。各位亲戚五十，朋友六十，小弟姓张，名信贤。用大家请安。哇！哎，你若好，大家都拍手哈。啊，若动作若做了无啥好，咱就来个要求，啊，做较好哈。OK。小妹姓名美生，祝大家身体健康、青春美丽、房事如意。嘿嘿，你在讲什么？房事如意。房事如意，听无 ？What？ 我就是按安尼照念的啊！哎呦，中到死啊天尊的计，实在房事如意嘛，无啥物唔对啊！哎呦，遮尼个老朋友进前讲这种话，实在有够歹势。你无讲。你无讲啥物，对不对？老啊啦，你想看卖吗？大家拢青春美丽，房事如意，都会拼命生囝，你都生理毋是会搁较赞？卖啦卖啦，今仔日是最是重要的日子，咱讲一个较正经的话好无？各位亲戚五十，朋友六十，小弟出世以来到今阿日呢，已经是正六十岁。叫人讲敬敬的，你家己搁讲的啥物话嘛？你唔是？你这句讲无正确啊！你搁念一届啦。讲你都袂晓话。正六十个年头。将近六十个年头啦，将近。叫人讲正经的，你家己讲的啥物话嘛？你不是比迄个宋楚瑜加五十八粒钉头？好啦好啦，讲到实在有够脱线哦。六十岁是人生一个大阶段。人讲六十岁是花甲之年，意思是讲你会当开始花脚，还是讲？哎呦！哎呀，未啦，再安尼啦，点点啦。你会使开始去行花街柳巷咯，哦，迄是我意思哦。哦。不来耍吧。哎呦！卖差了，六十岁我有真侪感慨。拍拼这尔啊侪年，我总是娶一个好好，有两间，有两层楼的厝，三个乖囡仔，还佫四台自动车，还佫有，还佫有五领貂皮大衣，六领台仔碰到，还佫有嘞，还佫有七个 number 的银行存款。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这样拼了。喂，天哥啊，讲有影，老啊啦，老爷，老爷。嘿。现多一个 account， 我哪会唔知影？六个、七个、十二个、数二个银行存款。也够有嘞，够够宝贵的。我有几百位好的好朋友，实在讲啦，我应该真满意才对啦。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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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无通让你娶细姨的款。细姨吼，你若答应我嘛，我嘛是敢想嘞。再讲啦，我唯一的遗憾哦，食到六十岁哦，也未看到台湾独立建国。对啊，台湾哦。阁是自己甲暗受中国的欺负啦，唉！
我想哦，大家嘛拢感觉真愤慨、真遗憾啦。其实哦，六十岁也是真少年啦。我要准备为台湾打拼三十年，以后呢，我要更加积极着，较希望各位朋友呢，斗阵为台湾的前途继续来打拼，好无？对，这才是我的张医师啦，我最敬爱的翁仔啦。你不但是一个好翁婿、好老爸，更是一个最热心、最多情、最勇敢的台湾人啊！我祝你生日快乐！真多谢你的一番的好意，讲这么多好话吼，请爱用行动来表现一下。好戏在后头，敢对来阮家的人才对来啦！各位，嘿，我那无听清。从这开始哦，人看惯了我就变。哎，动作表现起来。好了，再见。大家好。咱今日中央讲，咱是来嘛是咧看戏。是啦，是啦。不加工，会表演就是会表演，就是真嘛。那不是那个。来一次啊，赶紧的。哈哈哈哈哈。这个赶紧的呀。哇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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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才天才哈，随时在在练的哈。OK， 安尼好，咱今日差不多咱的学习吼，啊，即摆才开始吼，那边有张医师的三位囡仔吼，来，恁这三个吼，为咱们上先开始吼 ，Sonia， 来 ，It's your turn。Thank you.
各位，虽然我爸爸今年要做60岁的生日，我想伊心阁足少年嘞，伊常常到阮穿个衫，阁会问讲阮去倒位买，不过伊问问会着买啊。不过我知影迄是因为伊足欠代志，因阁对家己人足慷慨的。我有这件裤，伊讲常常靠阮穿，阁足介意的。不过我想伊足爱的，所以我买伊这件裤。哈哈哈哈哈哈！感謝各位人今日來到阮慶祝我爸爸的生日。即馬要講幾句話，好不好？我爸爸，我爸爸是真特別，你先看伊，你驚驚的，你看伊攏袂笑。因為你剛甲伊講的時陣，你就知影伊真正一個真特別、足好的人。我知影伊。啊，规一段拢，规日拢家己，搁真辛苦的。伊伊有三个囝拢去大学，所以知伊大学一定想讲，因去出去倒位，啥物人面伊头毛，啥物色个，啥物。这有几个空耳耳啊？真艰苦，真艰苦。为啥物囡仔，因为囡仔拢安尼，因为伊就爱我。即马我第三年即大学啊，我即马毋知我要做啥物，做医生像我爸爸迄种 business 我拢毋知。不过我知影 no matter what 我想要弄，我要弄好，做在一支我爸爸。
伊衫啊，伊个内衫啊，哈哈哈哈哈，伊拢穿甲花花挂挂去穿，哈哈哈哈哈。我爸爸有个人是讲，伊是足 serious 的人，不过我知影伊是足，伊足好耍的，伊足爱讲笑话安尼故事给阮听。伊有一个笑话，一个故事伊给我讲的是，来伊去病院的时阵，我想这个故事真好耍，不过伊给我讲的时阵，我想又较臭屁一点嘛。我来跟你 share 这个故事给你听。伊去，伊给我讲伊的护士伫 hospital 拢来。伊拢call伊叫伊 Doctor Handsome， 我爸爸就讲，啊护士讲，我的名唔是干，我 last name 是 Handsome， 不过 first name 是 Real， 所以起码伊第一大家人拢叫伊 Doctor Real Handsome， 来，迄护士就做回一个 sign 咧，迄护士送回伊的，会使大家拢看。well。这是为什么我就看了我的爸爸 ，hopefully 有一天我会像我爸爸这安尼 successful 个，这侪好朋友安尼这爱伊。不过我即摆我想买牛，几点啊？已经像我爸爸同款啊。像我爸爸若要倒来时阵，伊一定爱食饭，我嘛是够爱食饭。来，我爸爸就爱台湾的，我嘛是就 proud to be 一个台湾人。我其实问我一个朋友，那你阿姨问讲，我格罗里想要嫁什么人？伊拢知影格罗里一定爱嫁一个台湾人诶。对，即个我朋友说，那伊有meet 着新诶查甫，那知影是台湾人，伊拢一定要介绍，是要介绍诶。对，所以没得 worry， 我一定会 marry 一个台湾人。OK， 对，我是我爸爸妈妈，真细那有真深啊，因为我生的时阵，我 parents 无我 middle name， 所以我想想啊，我好家己 call， 我家己叫我家己台湾啊，我 middle name I gave to myself， 所以我即卖我的名叫做 Gloria Taiwan Chang， 改我已经拢已经改过啊。安尼，今仔日，阮来遮，阮会使来祝福我爸爸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阮会使来干杯。哇，真无简单吼！因啊三个囡仔拢，大汉啦，咱讲啊，足有感情吼。小等下，最后的后面先莫走啊，先莫换你啦。最后的重头戏，看你要安怎表演，拢会使。哈，想过感动去啦。行动表现得出。正经该讲的，每一个朋友那就拢比我搁较捌张医师同款。正经非常非常感谢这么侪好朋友，安尼我呢一通电话叫大家都拢来啊吼。我想应该是尽在不言中了。不卖。我嘛甲姚生也同款爱安尼听，成功讲啥？有当搁讲一摆。很耐。安娜，非常感谢甲大家耽误这么侪时间吼，希望足紧嘛会使参加每一个朋友的 birthday party。谢谢。拢尽在不言中啊！吼，就有足侪话款啊，伫咱头前拢歹势讲啊，我见即拢 lead to them 吼，啊 tonight 就对啦，哈。咱即摆个内就拢嘿，拢差不多吼，啊有一百包饭，啊咱即摆切这个 cake 啊，安尼好。咱切 cake 人是想要大家帮忙，伊来要帮忙，对吼。切 cake， 对，咱来切一盖，对啊，这 cake 哈，除了詹医师以外 ，Gloria 阿哥医生呀，我冇跟你。
稍等吼，阮都拢袂记得讲咱今仔日主讲吼，伊今仔是应该是有声的人有声，伊要甲伊讲伊有一句话啊。我今仔日实在是我一生内底上感动的一天，我有影足 surprise， 阮太太吼有影安尼放几百，那咧讲天衣无缝吼，我唔知啊。我礼拜刚来滴，我就知影。吼、哦，我迄个本来是伊想讲是要甲阮查囝做 party， 想讲今仔拢请伊学习，请伊朋友，讲吼你今仔在穿啊水，啊来的时阵吼、哦，第一个跳舞你在找伊，甲伊找伊出来跳舞，吼、哦，你在准备一寡话啊。所以我拄仔驶车来中间吼，一直落来，你想讲我要哪讲一寡话，听查囝讲一寡话吼。唔知讲我伫哪里 ，surprise！ 而且黄美仙，我介只久吼，伊什么话都给我讲，没有什么秘密，只有这个秘密。给我 surprise！ 今天唔是讲要哪里 surprise， 每一个同样讲的话，拢我做 surprise。啊，其实每一类大家拢是好朋友，大家拢是足优秀，大家拢是足爱台湾的。哦，啊，我相信讲每一个。恁诶后生查囝出来时，也是讲 proud of father mother， 同款吼。所以我今仔日是非常非常欢喜，我拄下伫遐吼，不但感动，不但笑，流屎流，目屎流足侪。哦，迄个，所以，安尼我今仔日吼一面生活，我无爱真长诶时间，非常感谢，多谢。咱大家来个唱一摆 ，Happy Birthday， 继续你来一个。Ready go，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张医师、丁医师、格罗里。吹蛋糕，先吹。哦，都没胸脯，那是先吹。人家吹都敢干。Make a wish， make a wish， 其实你做 make wish。哈哈哈哈哈。其实你起动啊。你叫我 wish， 我就 wish 两大堆啊。来 make a wish。你要老当益壮，今晚救命啊！再一次，拿到水啊！对，我才问你敢不敢？保到位了，不是你还深呼吸？OK OK， 我咱来量一些，哦，这是迄个学会替我准备的。来来，另外口音高调的吼。Welcome to Club 60s， 张医师 ，Happy Birthday！ 阿哥来哈，我张医师现在搁底下跳舞呢。阿哥来，咱定机械啊哈。Need a power tool？ I need a power tool？ Won't drive you wild。定机械。哦，定机械 ，Happy Birthday！ Ready， your turn。Gloria, let's go to Vegas. Happy 21st birthday. Yeah, 今晚是名正言顺，大大方方去到是 Vegas 博一年。Okay.
带你弄。